左转。左转。左转。今日凌晨哦，三重大同南路的一个透天厝的住宅火警，那它发生在凌晨，我们相对到现场的时候，火势哦已经从二楼全面燃烧窜烧至三楼。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他的阿嬷已经逃生在一楼。那我们经过我们消防人员现场询问，哦，他有他的孙子，还有他的妈妈，还有他的先生，也就是阿公，哦，一家四口是住在里面，有三个人受困在三楼。那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刻部署水线，哦，进入抢救。那我们在整个火势在十分钟以后就获得控制和扑灭。那在十到十五分钟，我们消防人员很快的，哦，陆陆续续将，哦，男童还有他妈妈还有他的外公，哦，陆续救出。那救出来后，那三位都是呈现 O 卡的状态。那经过我们消防人员，哦，抢救后，他的妈妈已经恢复了生命征状和心跳，啊，目前哦已经转院到龙总哦加护病房哦急救。那经过我们的起火原因的初步的判断，起火处所哦是在二楼的神明厅，起火原因目前由我们火调人员鉴识调查。目前调查中，燃烧的面积大概它一个楼层大概12平到15平。那因为二楼的客厅全面燃烧，所以烧到三楼，哦，三楼的部分，所以三楼大部分都是烟损。那前面的客厅的位置，三楼前面的客厅大概有2平到3平燃烧，所以整个燃烧的面积大概约15平左右。